圣教贤士同修法师讲师代表，阿弥陀佛。啊，当下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实在，台湾平安，法会上坛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双华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已经是108年12月2日了，今天天气突然下降，这是很正常的。世间的48节，它的运行法则都有一定的程序。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就需要是适应我们所居住环境，地球。我们的环境的48节的冷暖燥热暑气等等的天气变化，这个是在让我们内在的灵性、内心的华严自性时时来适应，告诉我们世事无常，因果循环一直的变化。所以今天在台中早上一大早18.5度来到仙佛寺的15.5度，一下就差了3度，所以我们的人与人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事之间呢，跨越了多少的生死轮回，只是天气的变化，就已经告诉我们来世间上。我们要把握机会好好修行，回家的路是遥远的路，成就的路也是艰辛的路，所以我这个是人世间最宝贵最宝贵的上圣法宝。所以王禅老祖道教之行不是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神通，而是告诉我们适应环境，适应世间的环境世间的环境、家庭的环境、团体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都是老师，我们的指导灵、指导菩萨所以老祖说真今天早上一大早呢开始了要转述我们学习适应环境从气候开始这是告诉我们人生无常、世事无常，但是
我们的生命经验精华一直在提升，一直在增加。所以这点事情我悟了，所以谢谢了老祖师尊你的提醒。那么今天早上就是由维新正教斗六道场圆尊法师所带领的斗六道场嘉义道场的所有的讲师法师还有我们的所有贤士同修，一大早回来先模式在一堂大聊小聊，大家动起来这我也很佩服各位。那么我们在这里这个法会我们好不容易恭请了南天三十三天王玉皇大帝大天尊光降坛城及诸佛菩萨光降坛城，受我维新同修大家的祈祷祈福，台湾平安，台湾平安，世界永和平，这是我们修行人应该具足的信念和理念。我们能够为大众大家普天下的众生来祈祷那是我们的福气尤其我们所有法公们你们一大早来到总本山显佛寺这个斋串供养列祖列宗诸祖灵，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灵界安心安，那我们世间界就会安定；灵魂界不安这个现象世间界就会乱所以我们大家修行是广义的修行，不是修我自我，我要成佛去了。你这一点心呢，你没有办法来做无畏布施的供养，那你还要成什么佛呢？所以叫做小气鬼嘛。那么各位真正是成佛的路途上，我们一步一步一步的，我们在前进。所以早上刚好来，我看到大家都在吃饭，我念有吃到哪个一斗六，斗六，斗文经宝，那个大如虚空那么多呢，六度万恨，六度六方弥合，真正觉，正觉，正确的觉悟，所以今天我们斗六嘉义道场的所有的同修法工你们辛苦了，你们为我们所有三界万灵六位诸祖灵我们请供养请客祝福各位呢虽然你们那么早来了精神看你们都很饱满拢有诶讲讲足欢喜诶，昨暗都无睏啦，惊困过头呀，就不敢睡，不敢睡就是念经嘛，念到时间到了四点就出发，那么到这里今天还有一天的经早上是恭送金刚经金刚宝忏呢，各位大家同修一起来共修那下午呢由师父为各位开示王禅老祖天威祝福各位阿弥陀佛。
各位微信圣教，各位微信贤士、讲师、准讲师和法师，阿弥陀佛。啊，当下佛诞法会谈善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即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啊，今日今时，啊，台湾的气温急剧的下降。啊，这个48节啊，循环有序。啊，在这个天气下降，在我们启示着故有千秋，啊，故有它的天意和禅意，所以我们无论名扬两界，在世间啊走一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让我们心不安，心一不安，我们的活性就会被不安的盖住了，就贪嗔痴三毒，贪，贪念一生，贪不到的时候，我们就会生气，一生气就没有智慧了，没有智慧，就是自我拿一块黑布把自己的金刚自性啊把它盖住了，啊，都在黑暗里面在过日子，啊，表面好好的，表面看不出什么，事实上我们内心的不安呢，啊，那是没有办法去形容的。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台湾祖师慈悲，啊，诸佛菩萨的慈悲，用尽各种方式来唤醒明扬两界的觉性。所以今天我们法会进入20天来了。啊，今天的法宫有土城安心道场圆崇法师、圆恩干法师、圆英法师所带领的法宫同修啊的土城安心道场，啊，生活于三业供养。也是在安明扬两界的心，所以王禅老祖给我们每一个道场的名字都有道的真实意啊。安心就是因为心不安，明扬两界心不安，啊，不安你要怎么办？那只有安心。安心要有法，法是只有佛所说的法，圣所说的法，才能安心。所以王禅老祖慈悲啊，开示了土城安心道场，有他的很深的真实意。所以我们修行就是以物引物，
啊，你看到安心，哦，那我当下我就要安心自己的心。如何安心？舍弃贪嗔痴，戒定慧。那这个就是要从哪里开始？啊，我梁山老祖传给我们的中华文化道的源流啊，就是《易经》风水，汉宗教融为一炉啊，这是最上圣，而且已经累积了7355年，在当下梁山老祖道教十行才把这整个的整合啊，所以我们土城安身道场啊，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时时自我警惕、自我安自己自信，就是要有宗教的修行法宝啊，宗教的修行啊，是直接进入我们每个人的心。每个人的心本身即是清净的，所以今天呢，啊，早供圆满之后，我们今天就送药师宝忏。啊，药和病本来都是没有，那么会怎么会有病而需要药？那就是天机啊啦！啊，所以今天我们。等一下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啊，圆宗禅师院长呢，啊，带领着我们的法师一起生活与供养啊，恭送啊这个药师宝忏啊，心华进入明阳两界的心，一起同关照啊，顿悟觉醒，那我们。心就安了啦，所以要达到心安的境界，一定要从外向内，啊，来自我修行，自我觉醒，啊，祝福各位。各位，我维新圣教、维新贤士同修，即当下己亥年，梁山老祖普天护国息灾，台湾平安，祈福大法会，年座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祖祖灵，即当下法会坛上，六位诸灵众等，阿弥陀佛。啊，今天啊祈福大法会已经是第24天了，时间过得很快。而且距离2020年1月1日祭祖大典啊，还不到一个月了。所以这段时间来，维新圣教所有贤士法师啊，本着出发心，为国修道，为民祈福，为列祖列宗祖祖灵啊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佛净土为本愿，恭送诸经，由幻贝学院的法师。大家
以我们维新贤士同修啊，每天都依法修行，依教奉行，都圆满。今天已经第24天。好，今天我们进入24天好的阶段呢，啊，我们要带着自己多生父母、亲友兄弟，啊，自己的礼节冤亲债主，啊，拜忏、忏悔往昔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与意诸所生，一切罪障皆忏悔。所以忏悔是消除业障最好的方法。啊，我们要在诸佛列祖列宗之前，我们忏悔，这是无上的功德本。啊，所以老祖师尊给我们这个法仪，那是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今重现的示现。当下忏悔，啊，才能消除往昔一切之罪恶、先世之罪业，业力一现，什么烦恼都来。业力现前，啊，比神通力还厉害。所以老祖师尊要我们不要制造当下的恶业蔓延到自己的来生，和蔓延到拖累到自己的子子孙孙，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老祖师尊啊，提醒我们，指示我们，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当违背良心的话要发是要发生之前，或者自己的想象力要发生之前，要赶快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是唤醒自己的觉性，回归到自己的灵性的根源。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啊，这是我们防止再造再种恶因的上圣妙法。所以今天我们早上啊，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严宗院长所率领的诵经法师，还陪着我们泸州道场的贤士同修们啊，一起啊来啊，带着列祖先灵啊，坛城上诸祖灵一起拜忏忏悔，祝福各位。各位维新圣教所有贤士同修代表啊，及当下己亥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
护国旗在台湾平安大法会莲座上，诸天圣神活菩萨居莲座上，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各位府上历代祖先及十方法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今天法会已经26天了。法会的真实意，以法会友，是名扬两界正义的结合。名扬两界正义的结合，以世间的所修行的经宝法眼，借由宗教的法仪，诸天圣神活菩萨的慈悲开示，将经宝的真实意借由各位的慈悲心、爱心、孝心，然后仰仗佛恩、天恩、王禅老祖的圣恩，转施回向给列祖列宗诸祖灵。这即是正义的结合。正义的结果就是众乐乐。易经所开示的雷地狱就是众乐乐，所以让名扬两界的得到安心之处所。大家在一起很快乐的，是众乐乐。在王禅老祖开示，天下会大乱，名扬两界不安，名扬两界要达到心连心、手牵手，才能够共创世界真和平，人间才会成为一块净土，众乐乐。所以本为心圣教，教主王禅老祖开示，在当下性现在，21世纪，就必须以宗教的法仪，招请中华民族5000年来，因3762次大小战争，荒死军民，改朝换代，构引山林，然而改姓、换姓、改名，才有今天的15615姓氏，这么多的姓氏谱，这是悲情与悲哀。所以王禅老祖非常慈悲，才开示当下性要举办中华民族联合祭祖大典，从2004年开始到今年，总共已经有14坛了。这个是
黄山老祖还是我们修行者应有的心量啊，我们的列祖列宗诸祖灵得到心安幸福快乐，这个即是众乐乐，名扬两界同欢乐啊。啊，这个是我们的法会真实意。今天的26天，第26天了，时间过得很快，啊，转眼就到了2020年的1月1日祭祖大典。希望各位同修啊理解法会的真实意。祭祖大典的真实意，那么天下太平。昨天老祖落了玄机，这228，228年，民国228年，啊，这个是天机密。现在既然告诉我们了。那我们就要努力，虽然还有很久的时间，但是在本维新圣教的法脉已经啊种下了这个根啊，所以228虽然是悲情没有错，但是这是在警示人世间啊，所以要以宗教的修行法仪和教育融为一炉，我相信我们可以达到这个天命啊。所以各位同学大家认真吃，到现在要120年而已，120岁而已，大家佛寿无量，祝福各位阿弥陀佛。是人世间有冷有暖的，冷的时候怎么办？就是多穿衣服而已啊。热的时候怎么办？少穿衣服。但是这个衣服都不能脏，衣就是华。这是法衣，法就是衣，衣就是法。啊，我们有一些往生的菩萨们回来告诉他的子女，说他们的喉太不冷，这广菩萨要请。那么你以为？把衫送给伊，你要用自己寄去倒位去啊？无当寄，啊，那么怎么办？啊，你衫要甲烧给伊，化给伊，有收着无？有啦，化给伊有收着。但是上重要的衣衫一看都是爱有法，法衣法衣法衣啊！这是老早我咧开始讲，那拄着这个情形，啊，就紧来念经回向给伊，而且
佛祖也是咱家的神明，将我所念的经回向给我的一大人往生的，啊，最起码要念有七步以上，安尼来咧，都袂寒。啊，所以法是最上乘的法。啊，咱啊知影这啊天机，啊，所以今日呢，啊，咱有南部的东港教士，啊，迄个李港教士，还有呢，啊，六甲啦，六甲，六甲教士的同修，大家一大早对南部起来，啊，遐哩遐热热，遐遮寒，啊，咱就是在遮生活意供养三布施。财师、法师、无畏师，那开始，咱的起心动念都是无畏师，唔惊辛苦，哈，咱来遮布施，这功德足大诶。过来就是法的布施，啊，咱遮早起，啊，来透早来，啊，供养、准备。打斋煮材料，啊，等下法师来诵经早课供养，然后再去啊，规工的供修，好、啊，这就是法师。咱将所接到的，就恁的因缘，咱回向转世予咱的。祖先几大人以外，啊，转世吼15,685世，诶，咱列祖列宗，啊，朱冠宁，啊，这就发者布施，啊，咱学一摆，恁的修好神，祖先都会当一摆，那无呢，未当一摆。在八月八，咱这八卦心要发挥，啊，咱这法师，诶，爸爸九十七岁就回去啊，回去嘛是皈依的老弟子哦，啊，一直要来看师父来拜罗祖啦，我要来，啊，伊唔。咱的大门，叮叮关关的护法，扣掉也袂当入来，所以这老菩萨的，伊就伊的先孙，身体足勇的，180多公分呢，啊，伊做那呢老岁人。拍个好阿孙啊爱，阿孙呢，全身躯拢无力哩，阿拍寒拍热，头壳疼，身躯酸，喘气困难，哦，急救去点间病院，啊，验去三间大三间医院，验无出病症来。啊，咱的师姐在甲讲，我今日甲带来，叫恁厝的人甲带来，所以叫恁小弟都甲带来啊咧，咱师姐小弟甲带来，再来咧，啊，都休息四天，然后我放哼，老菩萨老地主。你要是话你袂当是话，你就爱我爱呢安尼，
爱有子孙啊做保证，你才有法度入来。你用落来啦，落来吼，啊，事我都看到啊，好啊，好，这个对罗道大家修行，讲讲两三分钟诶，哎，落来啊，还得平就落来啊，落来咧吼，啊阿孙啊，阿全咧幸福拢开始拉起来，恢复精神，啊，这些啦。这开始就是老菩萨往生的，要来见佛、见罗祖，嘛是爱有子孙啊，一好姻缘呢。好，咱咱八道道场，咱的师兄师姐，啊，伊古话话拢咧出病话，病话有严严无病。啊，会变啊！指数像做啊，含行路都有困难，喘气都有困难。啊，延平法师啊，在甲讲做人，我你昨昏一进来来，啊来呢吼，来求罗祖都要发挥。我看呢，啊，伊有好姻缘，有外灵。遐好遐低嘞，低拢对幸福边要求多，无有去要求多。啊，我只解讲啊，你好咯好，遮拢好来啊！吼、哦，大家修行，今日甲设人位，设人人座，吼、哦，爱办普渡，烧即化金纸，三宝水金纸化好诶。阿全呢？你别爬起来无？阿扶得起来啊！哦，身体是啥开始？拢点滴滴恢复起来，面色都有啊！哦，所以我阿讲，你家的好兄弟，你若去家家拢来，伊讲因厝边就一条溪，边有小公园。啊！一用就拢去遐行遐佚佗，啊去遐佚佗咧，啊唔知影遐，就知影即个靠吧哦，啊伊就知影靠吧，啊就对幸福啊。哦，所以即吼、哦，咱做一无奈的代志，做侪做侪做侪，啊，所以假使咧，啊，我你家呢做。啊！就恢复。原来我有去食饭，啊！金道遐看金明在飘开的时，甲延平法师讲：“老师啊，我不太枵呢。原来拢唔知影好食，啊！讲不太枵啊。啊！即个尹先生去甲买一只饭菜，啊，番薯糊汤。”隔三晚嘞，哦，了精神就好啊！哦，这就老祖的天威啊，老祖天威，做些这中间不可思议的代志有够多，所以恁今日倒来做义工，恁的功德很大啊！这都华的布施，无畏的布施，嘛是财的布施，间接的财布施。哦，像这位张那个师姐，啊，伊咧的古话话钱也开袂少呀。我张家讲，遐你的幸福边家的好兄弟啊，因爱讨功德，吼、哦，想要印啊金宝，我安尼你去印。天道经一千本，吼、哦，来回向给功德，回向给因。哦，翁阿婆真欢喜诶！吼、哦，就安尼讲，
请人要应经济，遐个灵魂界，遮多生有缘的人，啊，遐灵嘛足欢喜个。哦，所以咱这修行宗教是天人合一，啊，个咱是传达天天的旨意，啊，予咱在座遮尔济、遮尔济的人位，啊，咱的多生的父母，啊，三界万灵总定，拢会当得到王禅老祖师尊的天威的加持，啊，佛光的加持，这是咱共同的本愿啦。哈，这所以讲，啊，好了，各位了解咧，啊，祝福各位阿弥陀佛。